小黑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斌主播，这里是位于Delta 的 Tawasan 购物中心的一个钓鱼的一个中心吧，这叫 Bass Pro Shops Outdoor World， 这也是大文地区可能是渔具最全的一个商店了吧。我们开车开了将近40多分钟、50分钟吧，才到的这儿。看看它面积有多大，从这儿一直到这儿，这么长，大概有100米左右吧，它的跨度长度。现在我们去里边看看吧。哇，这灯都是老灯，嘿。我们现在这儿，这边是船，这边是防水的衣服吧。船的副中心，这边钓鱼的，这边野营的，这边打猎的，这边男装，这边女装，还真是挺全的啊。这么多标本呢，鹿、羊、牛。这边都是钓鱼的，还有老照片。好，嗨 ，morning。Have a good day. Thank you. You too. 你说这个船，其实也并不贵哈。不贵的。你看像这一全地形车18000，新的还是你旧的，也就是个大几千块钱，对，就是二手的。哎，这个还不是全做的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专门打猎用的。这就是捕获了熊或鹿之后放在这上面哈。这个船900多，这就是纯钓鱼的了。嗯，这个应该是就是玩的那种，滑的那种，就钓鱼船这种。嗯，这个是专业的，纯专业的路亚船，这个。哦，它就有一个小沙发椅似的。对，它一般两个机器，一个柴油机，一个电瓶机。哦。哇，这是观光船哈。对，这个船便宜，这种观光船便宜，它好快。哇，这马达还可以啊，嗯，这么大的马达。贵还是那些专业的钓鱼船？对。不过这船好玩啊。没去过，这个船也就38块钱吧。它这专业卖水箱3万多。3.7万。3.7万。哎，你说整一这船，拿它当生意做也可以啊。可以。76425。嗯，这个算是比较贵的了。这个就在船里算贵的了。哦。哦，那个电机的那个东西可能是它就是静音的，就不要这个似的。对对对，就是轻移的那种，让船缓慢的移动。对 对。不惊到鱼啊。它就是这个，用这个玩命跑到地方之后。这个就不动了啊！转场的时候才用这个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这是一个啊三人的一个船，啊，这都是发动机，哇，哎，一个比一个大，哎。这个 capacity 是6个人。啊，就是坐6个人的。6个人。1234。啊，这是300、250、200、150、190，这6款机器一个比一个大。专业的这个打猎的这个车呢，是
我觉得是这几辆里边应该比较好的一辆，可以坐六个座。它的车顶呢可以带一条这个卡亚，然后猎物如果掉到湖里或水里可以划船给它弄上来。前面有这个固定的这个可以解困的这个拉力的这个东西，然后后边也有一个，然后这保险杠都是加固过的。我估计它可能这玩意儿也不怕翻哈，嗯，它这个骨架也很结实。啊，就是一般来讲，这个都是带推着车走的，对。哇，这是也是自动挡的，啊，哎，它是需要挂挡吗？肯定要挂挡，那边那个就是挡啊。但是它是自动挡的吧？应该。自动挡的，对。只有那什么，没有离合。这个是海钓的船，66,900，它也观光船嘛，其实更像哈，嗯，钓鱼可能也就是瞎钓一下，但真正还是玩儿，这主要以玩为主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十个人嘛，能坐十个人，是十人的吗？十人的。哎，这挺好的哈，转一圈。66,900。这唯一不好的就是它船上的空间小了一点。这是快艇吗？这个200多匹了。哦。就200多匹。这个区域都是它的救生设备吧？救生衣啊，各种菲尔的救生衣。哦，这钢瓶还有专门卖单卖的。他这儿的救生衣和咱们见到常规救生衣不太一样，它都是。啊，非常轻便的穿在身上，这个里边呢有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高压器的这么一个钢瓶，如果出现危险的话，可能有一个应急的拉的一个东西，就可以直接就充满了气，可以自救。嗯，其实真正的在海上玩还是要有这个东西哈。对。这常规的救生衣，看看它卖多少钱。80，这个呢就是180，差100块钱哈，就是不一样。还有200多的。还有200多的。300多的都有。救生衣这个东西，看你玩什么样的一些。这种300多的是可以落水自动充气。哦。就是自动会充气的那种，可能手有一些可能是手动充气的。对。级别也不一样。你说它的浮力是不是也应该比那个普通泡沫那浮力要大？肯定要大啊！它这个可能300磅。啊，这潜水服我一直以为挺贵，其实不贵啊，100多块钱。这个是好孩子，好的潜水服挺贵的，几千块钱的就要了。但是在温哥华还是必须得海里游泳，还是要穿这个衣服哈，要不然太冷了。啊，对孩子要穿的，对。大人也得穿。海里边温度根本就受不了，一溜皮椅子，估计这可能都是船上的。船上的啊。这边都是鱼竿喽，149，我去，好轻啊，这没分量一样，就几十克。这是 Bass Pro 自己出的，这是个上手的。哎，这有一个假老鼠。嗯。就钓那个狗鱼。哦。还行吧。这款99，也很轻。也行哈，100几算是比较好的杆了，这个杆有点太粗了，它上面会有标的，有点硬。对，这是 Berkeley 的，这个牌子挺好的，这是 UL 的牌子。那你要买了这个还得配轮啊？对，还得配轮。嗯，还得配轮，还得配线。
对。有没有卖套装的？有，哎，那边有套装。啊，这小轮，这小轮不错。但是它能缠多少线呀？看你缠多大的线了，看缠多大的线了。四号线到112号线，这个看多大线了，其实足够了，因为你就算是掉路牙，你也打不了多远，50米管够你用的，50米管够用的。买小它这是木头的，嗯，啊，就是那个软木的，手感好一点。这是大卡吊轮。嘎嘎的，不这么转着，不这么转着它，上大鱼都转不动。对，好几十米的深水，你得转多少圈啊？这个带那个计数器的，能够记米数。对，记你放出去多少线。这是一种泥饵，你看它泡在这个液体里。像小虾小鱼一样这种感觉的，其实它也是橡胶或塑料的。这一瓶是23块钱，有个20条左右可以钓。这边呢就是像抄网啊、泥饵啊、小钓箱啊，这什么？我操，这也太重了吧！这是盐月的钓组的头。章鱼头。哦，哇，这太重了。这是专门钓金枪的。那得1磅多。要不然金枪都下了水下100多米、200米啊。我们可以看到商店里有一大缸3文鱼，看到吗？马上就是3文鱼回流的季节了。这么多种。一共有6种。哎呦，看这鱼真肥啊！小黑熊，看看这大熊爪子，大棕熊，哇，这个毛好软啊！哎，7.62口径的这个子弹，450块钱。1500发，在这个箱子里，真是3毛钱一发哈，不贵啊，1块多钱人民币，估计很重，啊，专业磨刀，哦，后边全是猎枪。这么多款猎枪，400-500块钱、800块钱、2000多块钱。哇，你看这手枪也不贵哈，不贵的，对，是不贵的。Glock G44，这是美国警察配的吗？G44是吧？传奇。对，这都是属于弩。这一个弩2400，比枪贵。对。这劲儿大呀，这个。对。哇，还带瞄准镜的弩。都带瞄准镜，哦，这个是装的是战术套装，上面没装的，哦，你可以装瞄准镜，装红点，装什么都可以。这是你的那个配件，哦，看，
哇塞，这杀伤力太大了。这都是女头，自己装，你像装还不一样。对，从大到小，可能针对猎物不一样吧，是不是不一样？然后不同的这个侧面的那个刀，你看这种小的，这种大的，这也是一种头。辣。这弩射在动物身上，我靠！直接穿过去了，这比这个子弹的杀伤力大。对。这照片也忒帅了吧！这个拿着望远镜，拿着弩，小心，拜拜，拜拜。买了一个厚的一个羊毛袜，又买了一个弹弓子。斌主播打弹弓子水平还可以吧？好了，今天转得非常愉快，谢谢 Rocky 带路开车。今儿天也特别好哈，蓝天白云的。嗯。